你在这儿干什么？等人。等陈小姐吗？你已经等了她三年了，还要继续等吗？ 那天晚上你不是说过，过了12点就不再等了，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吗？你知道什么？我喜欢在这等，我乐意。我跟他的事儿，不需要你这种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来教我。谁说我不知道？也许我什么都知道。 真的这么狠心，不去见他吗？我跟他三年前就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不是跟他在一起了吗？可是他现在想见的人是你。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来劝我？我最好的朋友，陈青，你为什么这么跟我讲话？ 那我应该怎么跟你讲话呢，叶小姐？我今天真的很累了。陈青，那天晚上你不要再跟我解释那天晚上的事情了。你明明说过，你不怪我的，我是说过我不怪你啊。那为什么？但是我恨你啊。 在这个世界上，谁都可以抢人一番，唯独你不可以。我没有想过要跟你抢，可是你明明抢了。我原本以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甚至是最重要的朋友，但是叶琳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不一样的人，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。 你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，有一个疼你爱你的爸爸，他为你计划好了你未来的一切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你就可以过得非常好。可我呢？我一无所有，你为什么还要来抢我仅剩的唯一的最重要的人？ 我不明白。 你是再也不把我当朋友了吗？我们再也不是朋友，叶琳，你永远都想象不到。 你在我身边抢走的不只是任一凡，还有很多比他更重要的东西。我真的是挺累的了。
你可以走了吗？没有兴趣陪我吃个早餐？你是为私事而来还是公事而来？我现在不谈公事。沙朗先生，陈小姐她现在还住在酒店吗？应该不在吧，应该走了。走？她去哪儿了？他跟我说他订了今天中午回英国的航班。年轻人，你如果现在追有可能还来得及，但你要跑得比昨天快。谢谢啊。Wish you all the best。 你好，你好，请问最近一班飞伦敦的在哪里啊？往前走那边啊。对。当眼泪随心随风的飘荡，能不能让我收留你的哀伤？你没有回答就已经是回答，总好过你说无法。我们之间仿佛隔着巨大海洋，明明我就在你触手可及的身旁，为何你还看着远方，坚持停留在过不去的过往？我对你的爱就像无限透明。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，你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，有一个疼你爱你的爸爸，我一无所有，你为什么还要来抢我仅剩的唯一的最重要的人？才能压抑快崩溃的疯狂。像透明的火光。
这么多天了，你说一帆哥他还能回来吗？不知道他对晚有没有见到陈青啊。我在跟你说一帆哥，你干嘛老跟我提陈青啊？一帆哥他总有自己的新开始。新开始有那么容易吗？我跟凡凡认识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因为任何一件事情耽误自己工作的。奥盛这么大的客户，好不容易才谈下来的，而且人家指名道姓的要凡凡来做这个案子。嗯，我觉得叶总应该会想办法把他找回来。哎，可是我也没看见叶总有什么行动啊。你让一个人把面子拉下来有那么容易？这是天王之王按摩椅蹭坏案的奖金，30万。是不是全世界的老板都跟你一样，只有要用到别人才会笑脸相迎？这是你的案子，你不想把它做完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对这个案子不感兴趣。任一凡，你是因为公司现在需要你，所以你故意端着吗？我干嘛要端着？我凭什么要端着？我最近情绪不好，我真的不想跟你吵。我希望你能再考虑一下。我不想再考虑了，我想得很清楚，我现在只想一个人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待一会儿，你明白吗？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啊？我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我不想再考虑了。好，我考虑也可以，我现在就给你一个答案，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，这就是我给你的答案。我求你以后不要再来烦着我了，这就是我给你的答案。我认识陈青。你喝够了没有？你喝够了没有？你先把话说清楚再喝。我说得很清楚了，我认识陈青。你怎么认识他的？跟你没关系。给我。所以那天在这里是你刻意安排好的？是，我早就知道你在那等陈青。你知道陈青？你知道他住哪？你知道所有的一切，你就是不告诉我。你骗我，让我像傻子一样到处乱找。你太可怕了。所以那天晚上在我家里也是你安排好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你跟陈青一起安排好的，而且到现在
我都不知道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根本就不认识我。我怎么不认识你？你的事情我听了整整三年，我知道你所有的事情。镜子里那个我知道，你们上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。我知道，你们分手之后你说你会等他三年，而且这三年你每天都给他发一封邮件。喜欢来这儿，你喜欢吃水果，不爱吃蔬菜，有点懒，不爱运动。你喝完酒之后，你就会满屋子的找水果罐头。任一凡，我对你太熟了，熟的就像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一样。余生的光阴，对不起，只为戒掉，可能是我刚才语气太重了。你就是以这种方式在我生活里存在了三年，我想看看真实的任一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你知道吗？这三年来，我一直在心里为你加油，我也为你害怕。我害怕你等了三年，不是你要的结果。可是最后，是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。不是，你不要这么说。我觉得那天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喝多了。我喜欢你是真的。听你也是歌曲。那天我就坐在这儿，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儿喝酒，等一个好像大干永远都不会再出现的人。我当时就只有一个想法，我就想陪你聊聊天，喝喝酒，希望能让你暂时忘记陈青对你的伤害。可能说出来你都不会相信，我感觉有一只手，一只无形的手一直把我往你那儿拽。一开始我对你只是同情，可是从我给你拿了水果罐头，你把我认成陈青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喜欢你。有关你的话题我尽量逃避，我真的喜欢你。我必须强迫自己学着整理爱过的珍珠，拥抱过的记忆全变成距离。怎么了你看你的表情，你干嘛那么紧张？其实我跟你说这些，我并没有想要你回应什么，我只是想说出来，我想告诉你，其实我不是故意的想出现在你的面前给你造成困扰。我只想告诉你，陈青他不会回来了。
要学会忘记过去，开始一个人的生活，好吗？我要说的都说完了，这真的，那拜拜。一点都没醉，你肯定以为我在说大话，可我现在清醒得很。我不想背叛你，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，但是我必须向你承认，我喜欢任一凡，我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，也不做更多的奢望。第一时间告诉你，今天开始我们俩就在这儿住下了。我现在知道了谁是叶双城，我本来没想清楚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给你一个交代。妈，我现在感到非常的孤独，喜欢的人不能在一起，唯一可以依靠的朋友忽然间变成了叶双城的女儿。但是现在我终于想清楚了，我要让叶双城为了他当年的抛妻弃女付出代价。妈，你就放心吧，不管将来要面对多大的困难，我一定会忍辱负重，实现对你的承诺。来一杯玛格丽特吧。怎么记得你原先一直喝雪碧加盐，怎么突然改酒精了？
都是盐，都扎口，有什么不一样的？那些都看见了。我多句嘴，我帮任一帆做个证。在你走的那些日子里啊，他绝对没找过女朋友，那些全都是他给你留的。分别后的第一个月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写了这么多，全是他这几年积累下来的。你这么一撕，只用了几分钟，哼，真够快。越撕越疼痛，不如快一点。好，我去给你弄杯喝的，好吧？重游，重温旧梦吧。我就是想问你，之前说过的话还算不算数？什么事情？帮我对付创世纪和叶双城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上次好像拒绝了我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现在想请你帮我。你是在求我吗？那好，来，上吧。
你还跟着我干嘛？怎么还不走？你还没有答应我呢。答应你什么？你答应帮我对付叶双城，我才肯上马的。我答应过你吗？啊，好像是啊。不过我刚才骑马的时候改变主意了，因为我上次答应要帮你的时候，你就拒绝了我一次。哦，不是两次。男人是有尊严的，老被女人这么拒绝来拒绝去，他会伤心的。所以我改变主意了，不想趟这段浑水。走。那你怎么才能答应我？晚了。我戚继光可不是被你陈青这么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。私人问题，所以拖了公司的后腿。谢谢你。你这么说就严重了。那个啊，你先说。你先说吧。还是你先说吧。公司打算给你升职副总经理。奥生的案子证明你有这个能力。不是啊，叶总，我回来没有其他的意思，更何况我现在的资历真的胜任不了。是公司对你的奖励。我知道，我觉得公司那么多双眼睛看着，这样你也不好做，我也挺别扭的。那就广告总监，如果你觉得副总这个位子太高了的话，这个职位你应该接受。之前我也有错在先。好，这个我接受。那你还有其他的要求吗？我还有一个要求，我希望你以后可以信任我。我同意。谢谢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我昨天说的话是真的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有陈青，但我也不想畏畏缩缩的。不管我们有没有可能，我希望你彻彻底底能把那天晚上的事情忘掉，我们可以重新认识，从同事做起，好吗？
我先走了。非常感谢创世纪集团的叶董事长接受我们的访问，下期节目将于周五晚上8点准时与大家见面。谢谢。谢谢叶董事长。谢谢谢谢啊。麻烦你了，那我们先收工了。好好好，辛苦。再见，叶董事长。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方便，不方便。叶董事长，我们只是做个花絮。不好意思，不方便。那要不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说两句吧。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，是叶琳的生日。我女儿呢，她从小呢，妈妈就走了，她就跟我呢相依为命啊，所以呢就。她就是我唯一的最爱的家人，也是我唯一的女儿。她今天生日，不方便。祝叶小姐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谢谢，生日快乐！谢谢爸爸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先许个愿吧。哎，许个愿。她是你唯一的女儿，那我是什么？她是你唯一的亲人，难道你真的忘了蓝心月了吗？当眼泪似心随风的飘荡，能不能让我收留你的哀伤？你没有回答就已经是回答，总好过你说无法。我们之间仿佛隔着巨大海洋，明明我就在你触手可及的身旁，为何你还看着远方，坚持停留在过不去的过往？我对你的爱就像无限透明的火光，给你温暖，同时又必须小心的隐藏。我并不是爱的勉强，只是害怕将你狠狠灼伤。我对你的爱就像无限透明的火光，默默守护，同时又不能多一点奢望。我还剩下多少坚强，才能压抑快崩溃的疯狂？当眼泪似心随风的飘荡，能不能让我收留你的哀伤？你没有回答就已经是回答，总好过你说无法。我们之间仿佛隔着巨大海洋，明明我就在你触手可及的身旁，为何你还看着远方，坚持停留在过不去的过往？我对你的爱就像无限透明。